子也不会带这么少人来。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以后撒尿虾就归我。你说归你就归你啊，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？牛丸那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撒尿牛丸，没错，这弹力这么好啊！因为这牛丸的中间是空的，道理呢就像现在鞋底有气的球鞋一样。双刀火鸡的腕力惊人，就它才能打出这么好的牛丸。平均每份牛肉需要它不停地打26800多次，你把它整个放进嘴里。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清新脱俗的感觉，牛肉的鲜，撒尿虾的甜，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居然比老鼠欢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比我的初恋更加诗情画意。所谓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好吃好吃啊。